高兴啊，高兴啊！妈妈从新竹来彰化见证属于她的大日子，孩子回来了，捡到一个孩子了，遗憾父亲没能看到自己的转变。陈秋贤18岁染毒，进出监狱11次，如今荒唐岁月已成过去式。 他爸爸往生过后，他就变很多了，终于清醒了。在这段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是密集的去观察、陪伴他的一些个性上的转变了，所以都鼓励他们参加环保或者是就是入金帐。对我来说是个起点，啊，我期许自己更精进。江青顺被毒品耽误了大半辈子，见习培训期间比任何人都要认真勤奋。 今天我等很久了，等了2年半的时间了。送给他礼物，守时守信。我说要你一定要以后要做慈济，要守时守信哦。嗯，一起陪伴着我，我才有今天。岁末祝福迎接慈济生力军，让心灵除旧布新。为人间，为社会，伫咧付出，咱的心，心思啦。 无偏差，心伫咧想诶，头脑诶思想，咱拢无偏差，这是众善奉行，咱诸恶莫作。我觉得菩萨在哪边？我觉得菩萨就在人间。所以很感恩我们慈济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，让更多人可以亲近佛法。 真的是一个善的力量，发挥大爱这样。从台湾走向国际，岁末祝福汇聚来自海内外的善能量，启发源源不绝的慈悲心。大爱新闻归零，欧阳光辉彰化报道。吴良义发。